便利商店买到的东西吃不完的都可以变成另外一道佳肴，对，是这个概念。好，今天用什么东西？肉酱，对不对？肉酱、鲔鱼罐头、鲔鱼罐头，拌了冷饭，便利商店都有。对，什么菜呢？今天来做一个焗烤肉酱炖饭。焗烤西式啊？西式。我们只有五分钟就对了，好吧？这边都有做菜，我相信应该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。嗯、眼见为凭，不要丢脸哦。焗烤肉酱炖饭，炖饭哦，计时开始。好来，起司的部分呢，在这边有一个锅子，先放起司吗？对，先把这个起司的一个焗烤的这个所谓的上面这一层，把它烤烘烤出来。你要弄成脆脆的吗？对，像脆饼一样。那火呢？火的部分先转小火，然后煎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调成中火量。哦，所以这个焗烤的温度要把它抓好。你如果放到烤箱，其实五分钟根本是来不及的。肉酱进来，这种肉酱里面整个都有油脂，对啊，就用这个油来爆香其实就够了。蒜头也进来，看到没有？一滴它就出来。洋葱也放进来，火也是用小火吗？对，目前小火。调料放好之后，一样转成中火量。是。来，一颗牛番茄。已经过一分钟了，这么快？怎么那么快呢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快？快成碰时间了是不是？这你也知道。切丁下去炒，切丁。那番茄绝对要用在里面，这个油要一样把它炒过。那这个汤汁的部分就用这个本身牛番茄的汤汁就好。哦，所以不需要番茄酱。我觉得这样好哎，出水，多了鱼肉的香气来了，会不一样哦。我相信会不一样，因为这样已经很好吃了。鲔鱼罐头今天是用那个水蒸的，哦，不是油的哦，这个油水蒸的 ，OK， 水蒸的。会，你以为他不会？哎，也会。会。来，这时候饭进来了。想不到，想不到。哇，五分钟哎！黑胡椒。黑胡椒。现在香黑。这是一大碗饭。对。你需要翻面吗？要。真，你是怎么翻？就这样翻啦。哦。好美呀！可以翻面。可以。碎碎。看起来好吃哦。碎。快点睡，好香哦！所以它要这个颜色，哇，恰恰，因为恰恰，恰恰，很恰，还有两分钟。哎呦，哎呦，的意思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还有两分钟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的戏剧感好浓哦。对啊，而且他有用到唱歌的技巧，有点抖。哎呦，来，再一些些，把半斤拿来。所以也不用再调味了，不需要再调味，本身就有味道了，对，很简单，这样好哎。倒数一分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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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紧张哦，好香哦，紧张，紧张，那个是抹的，对，哇，好香哦，超香的，好香，真的是可以，怎么这么香？好香哦，好香。哎，想不到这个效果。我们自己在家做，这花十分钟也够快了，也够快，也够快。因为观众可能闻不到那个香味，可是它真的在里面 double 时间，对啊，十分钟搞定，好香哦。而且料理其实最容易失败就在调味，对，他今天完全不用调味，成功率很高啊。他今天如果说是肉酱炒饭，那就炒不出来了，对啊，就干不了，很容易对湿湿的。他用肉酱炖饭，名副其实。30秒，妙。我要加一个模具。哎呦。还要切？为什么要切？哇，好美！哇，摆盘哇，摆盘谁做得了啊？哎呦，焗烤肉。